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诸佛菩萨，感恩师父，自己的业障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我先分享一下，我的孩子是2014年属马的，有自闭症，在念经一年以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。请问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放生多少条鱼？感恩师父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2014年属马。现在晚上还是有点麻烦，晚上啊，白天蛮好，那个灵性晚上还是来的，在你们家里还会跑，明白吗？你问他，他经常会听到小孩子会指指天上，就是天花板。对对，他特别喜欢看天，看云。因为他看得到灵性，明白了吗？对，他也能看到菩萨，经常跟我说天上有菩萨。现在知道了吗？你们看到了吗？他还鼓掌呢，你看他。对，他刚刚学会的这段时间，啊，法会期间学会的。啊。他看得到台长头上有菩萨的。对，他第一次看到师父的图片，他就说是菩萨。他会说菩萨吗？不会说。会说会说。说菩萨。菩萨。感恩菩萨。感恩菩萨。卢爷爷好。卢爷爷好。卢爷爷好。我没叫他叫，所以他不会叫。我现在不叫他叫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的脚有点问题啊。对对对，就是小时候走路的时候有点不是特别好，两个脚不平的。对对对，关节畸形。我告诉你啊，还有啊，小孩子的大脑还是有些小问题。对，明白吗？对对对。好是好很多了。对，小房子一共要至少还要大概要920张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吧。好的。放生多少条鱼？3000条。好的。好吗？好的。这孩子能够跟鬼沟通的，我告诉你，他经常会讲一些怪怪的话。对对对，他经常自言自语。对，我他完全看得到菩萨，也看得到灵性。对对对，就是是的。他的眼睛，他的天目根本没有关掉，就是人家说出来之后啊，就是自己啊，这个自己的那个人家说迷魂汤没吃喝足一样，你晓得吧？他会看得到你，还有你们家里，比方说他会指着某一个地方，就像对对对对对对一样的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就是好像又觉得他特别聪明，好像有时候又和我们不一样，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灵性呀。对对对，灵性呀。你要叫他好好修这些小房子，念下去之后就很好了。这孩子如果好了正常的话，人会很聪明的。对对对，很聪明，就怕他学坏。你要一定要记住，你不能让他不能让他那个学坏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好的。你自己要处理好家庭关系。对对对，师父说的非常正确。你跟你老公两个人真的是一塌糊涂的。师父您说的太对了。师父您说的太对了。我就跟你说了，你要记住了，自己也不是省油啊。对对对，弟子做错了很多事情，向师父忏悔。明白了吗？对，年轻的时候。对对对，师父，我是做错了很多事情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好好的念经忏悔，这孩子没问题的，以后会好的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
请问一下我们家的佛台怎么样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佛台吗？还是我？你们家主人。哦。佛台几几年属什么？哦。是我吗？主人吗？房子的主人吗？哦，是我，就是几几年属什么？1981年属鸡。佛台还好，佛台还蛮好，还有金刚菩萨来过。啊，谢谢谢谢师父。明白了吗？好的好的。这个孩子你要念大悲咒，念完大悲咒在他自己在他头上，给他念大悲咒的时候在他头上摸他头。好的好的。平时时候不要摸，尤其是妈妈。哦，你们大家都听好了，妈妈不要随随便便摸自己孩子的头，女人是属阴的。只有念大悲咒的时候可以摸，明白了吗？好的好的好的。这孩子我告诉你啊，天上逃下来的。感恩师父感恩师父，谢谢。你看看他像个小沙弥不啦？你看他开心了不啦？天上就是玩猴啊，你看他在他身上知道了就好了。好，停。鼓掌了。他看得到爷爷手上，我只要手伸起来就看得到菩萨了。对，他经常能看到天上有几个菩萨，经常跟我说。他看录像都能看到师父。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他第一次看到您的图像，他就跟我说是观世音菩萨。好了，已经给他加持过了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很多了，没问题了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过一段时间就会突然之间像一个正常人一样，那个时候你就开心得不得了了。好好给他小房子念好。好的，好的。自己要忏悔，每天要念礼佛。哦，对，最自己弄了干净一点，你这个人不干净。好的，好的。所以念出来的东西也有打折扣了。是的，是的，师父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而且不许看那种乱七八糟东西。好的。这么大年纪了，孩子又不好，还要看。师父刚刚看你头疼的时候，看你也看这些东西，真的要强。弟子错了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，听得懂。一个人不要被人间这些不好的五欲六尘所染的，明白了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好啦，加持过了，没问题。好的，最后就是一个问下那个功课怎么安排给孩子？什么？功课？就是功课嘛，就是主要是心经呀。心经27遍呢。好。好吧。好。小房子最重要。好的。大悲咒每天要念17遍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礼佛念2遍就可以了。好的。好吧。好的。要当心啊。小家伙的泌尿系统不好，小便。对。一会儿有，一会儿有，晚上也特别多。对对对，现在还要给他垫尿不湿。明白了吗？对。好啦。尿不湿，这么大还尿不湿呢。好啦好啦。好，感恩师父，谢谢，感恩。感恩关心。